一半的股份啊，我对你这个股权结构有异议，这么平分秋色，那以后要是我们两个意见不同意，听谁的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那必须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那我上学怎么办？你想读研就读研，你想找其他工作也行，你要出国的话我就留在这等你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是你的底气。先生，来朵玫瑰吧。想要吗？还好，但老板辛苦了一晚上，得照顾一下生意。51朵。这么贵啊？全要了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啊。谢谢小菊。李寻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再浑身带刺的去对抗世界了。就像这花一样。我知道了。方志敬啊，我劝你最好答应，如果让我发现你在背后有什么小动作，上次我放过你，要是还有下次，我一定会彻彻底底毁了你。你别跟我说这些。李寻同学3年前破坏比赛秩序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属于违规。组委会决定取消上一届与他同组的朱韵和高建宏的一等奖的名次。李寻、朱韵和高建宏3年内不得参加比赛，宣布完毕。公主，你有梦想？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就千刀万剐，罚你下地狱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李寻。自己说的。背叛的人下地狱。李寻，我认为今天的事情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。你让我走可以，那你考虑清楚，我今天走了以后我还会不会回来。那也是你的选择。好，你说的。感情用事对大家来说都是负担，
你自己想清楚，你到底想要什么。回家吧，别让你父母担心。李轩，你现在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